饭吃哎！你吃不吃？做什么？做八爪、迷你、大海螺、皮皮虾。他不下去，他不下去。哎呀！嘿，这鱼跑出来了。哎呀，老抽，醋多放点，哎，不会酸，你老是担心它会酸，不会，它会灰，没有酱油啊。加点水，然后你给我个双击呗，能不能给？特。我发现这海鲜不能吃了，越吃它质量越低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从闸蟹上面这个问题我就看出来了，越吃越傻。你不觉得吗？反正我感觉出来了，你喜不喜欢吃？给个双击，红心给点亮一下。大海螺，掉地上啊！哇塞，好大个，是吧？这一个大个，壳大。肉倒不多，海螺后面这个要吃掉。然后这里面这个骨包。去掉，剩下的。难以形容它呢，那种贵，这一个海螺一斤多，认不认识？像个龙似的，这是海里货。傻光鱼，看着吧，这东西我跟你说，烧的特别香，小白汤，很鲜，看看，这就是小迷你。很多人形容女孩子就形容她小迷你，来吧，做个哎呦，你说你转着它干什么呀？哎呦，面包蟹，哎，说你们这里蹦的啥呀？你看人家面包蟹多好。加盐味还是得靠酱油，对吧？没有酱油，没有盐味咋吃啊？对不对？你老是说放盐，一放盐它就咸，齁咸的那种。关键是，你双击你也得给我猛怼两下，戳，呵。我怎么会拿它呢？咋盘它？
一盘腿就掉了，拿头盘。嘿下锅的时候，他。